哎呦我的娘啊，步行了老半天呢，终于到这个地方了，这个城堡。我走了好久好久的路啊。哎呀，路漫漫其修远兮呀、啊，可算是到了。上次啊，我是在那这个中间那个门过来的，大家还记得吗？这一次我是从这一侧过来的。哎呀，这边有个雕像，看看那个雕像，这个大哥在干什么呢？看自己的小鸟。这个大哥低头在看自己的小鸟吗？很有意思啊。很屌的大哥，嘿，很屌的大哥是一个谐音。这个小花园还是不错的。哎呀，草皮修剪的像迷宫一样，但是哪有这么小的人呢？这有一个美女在这照相。哎呀，这个小孩是要在后面抱这个大哥的局吗？哼。